由摩道窟公所来主办的2021爱在马道又见幸福的文旦节活动，五号在中央艺文中心楼的登场，一面的中秋要来到，同时推广着摩道文旦。现场特别邀了在地游客来摆摊，推出着文旦市集，和平将双果冬季各好食的文旦。今日有一台专电出席活动开播，伊是来讲全面配合防疫之下，和台南电线超过60天来加连。因讲疫情境界来降级，大家当行出户外参加的文旦节，会当先刷双果的文旦。其实我们麻豆文旦的知名度，它的一个品质已经是众所共知、众所共闻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向好的消费者来介绍优质的台南的文旦。那台南文旦麻豆种最多，也是品质非常好的，所以说在台湾来讲，我们麻豆文旦是真的是丁杠五苗乡 A 杠五处苗。我们借着一天的活动，虽然是做促销，但最重要的是结合地方的产业，结合地方的文化，一起做一个好的一个行销。以上讲的开幕是市长嘛，甲吴惠贵宾作为主席的开幕，而且嘛颁发着英武市民和麻豆区民詹冰林，肯定着伊伫台南文史的付出。今麦到文旦节现场，见到点心业者伫现场贩售用了油啊肉甲油啊酱来做啊，而且文旦，而且蛋挞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它里面是满满的柚子，你看这柚子蛮酥蛮脆的，所以这产品也蛮多年的。这就是制造过程中，你要把一些柚子，然后剥开的果肉，要一个一个把那里，就是把那个籽啊、茎啊全部弄起来，然后就是吃起来的，还要挑选那个最老长的那个文旦的那个柚子，那才好吃的。只有一届麻豆文旦节，除了受优质文旦当做选果之外，现场阁有真济在地美食甲大位优惠，会当和平就来参悟是相当热闹。南天新闻台以上麻豆采访报道。